今天挑战十字要塞只用 S1897 获胜，很多人认为 S1897 是最弱的霰弹枪，今天我就要为他证明，其实 S1897 也是很强的，将会获胜条件增加两条，必须获得 MVP， 而且拿15个淘汰以上。 OK， 挑战开始。咋都看不见人呢，好奇怪啊。左边队友在开枪，肯定有人，我去帮队友。近战的 S1897 就是厉害，一枪一个，三枪三个人头，爽歪歪。可惜血不多了，没关系，再来。队友打得也太快了吧，我还没蹭到助攻呢，你就躲那里吧，我从中间去打你。我去，后面这位置也有一个，这些人真够阴的。又有人欺负我队友，我要好好教训你。你又蹲着了，敢露头吗？被我实力吓到了吧？这人还换枪，白送的人头啊！这换枪还带传染呢，又白捡一个。小子，你怎么溜了？这 S1897 真的厉害，这么远两枪就秒了。哎呦，枪换好了呀，换好了一样打不过我。哎呦，中间有人来了，送你回家。又一个，奇怪了，屁股后面竟然没人来包夹。我去，被他给蹲了。右边都被人家堵住了，我来包夹。哎呀，这人头被抢了。这孩子胆子挺大的，敢从中间过来。啊，这没打死啊，我手抖了。我去，我就一会没发挥，人头都落后五个了，看我一鼓作气。DPS 又怎样，照样秒你。我去，这贴脸没打到我这个手啊，完了，38-39要输了。幸亏赢了，队友没有送，最终拿下18个淘汰，成功获胜，并且拿到 MVP， 挑战成功完成。